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圣博人。经过几天等待，新款的 ROG M13H 现在也拿在我们手中。在对这块主板经过一段时间的把玩之后，我们终于做出了这期比较硬核的视频。我们的这期视频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主板的新功能解读、使用它的注意事项和你们关心的问题、十代酷睿用户需不需要购买十一代和 Z590， 最后自然就是总结。如果你看过其他的 Z590 开箱，可以按需求空降。当然，我自然希望你能看完我全部的视频，综合多方不同的观点，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那么，再来看看我对这款 M13H 的评价吧。首先是主板的新功能解读，可以看见，就光包装就做出了极大的改变。包装正面一个硕大的 ROG 眼镜取代了以往的空白部分。不难想到，在这以后的纯血新品应该会一直沿用这种包装风格，更大、更炫、更有逼格。拿着它走在大街上，我可以想到路人看我羡慕的眼光。我相信应该不止我一个人享受这个过程，可以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弹幕上。这次的 M13H 搭载了英特尔 Z590 芯片组，支持了极为先进的 PCIe 4.0 技术，搭载了最新一代的 Wi-Fi 6E 双 2.5G 有线网卡，以及两个雷电4接口。主板内存规格最大支持 128G 双通道 OC5333 兆赫兹。哦，对了，顺便说个题外话，第十代酷睿处理器原生内存频率最大只有2933兆赫兹，而第十一代酷睿原生内存频率提升至了最大3200兆赫兹。原生内存频率指的就是不开启 XMP 情况下处理器默认的内存频率。在第十一代之后，对于一般的游戏玩家，就可以选择不带 K 的处理器和 B560 主板了。那么，你们会选择 Z590 还是 B560 呢？欢迎在弹幕中说出你的想法。回到正题，外包装已经没有什么信息了，我们直接开箱吧。整块主板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质感又一次的提升了，可以看见主板上覆盖的马甲面积增多增厚了。其次 ，ROG 的大隐形 logo 被放大了，如此大面积的全覆盖马甲，配合那个越来越大的 ROG 眼镜，越来越像英特尔的顶级主板 R6EE 了。在 I/O 挡板附近的金属散热马甲上刻画着 ROG 三个字母，再一次的宣示了它是纯血 ROG。在开机之后，马甲上的镂空纹路也会透出 RGB 光效，而银色的配色也更加搭配未来即将发布的 ROG 龙神二代水冷。你们觉得这块主板的颜值怎么样呢？十分满分，欢迎在弹幕中打分。接下来就是技术方面，主板供电方面搭载了14+2项整合式供电模组，单项可以处理90安电流。搭配双8寸 CPU 供电，并且配备了 ProCooler 二代金属加固措施，高强度实心电源接口，粉末化超合金电感，以及 10K 日系黑金电容。这个供电水准已经可以和 Z490 的顶级主板 M12E 同规格了。对于预算不多的用户，选择这样一块升级款的 M12E 也很不错。 M13H 一如既往的搭载了 QCloud 的数字显示屏，配合下方四颗不同颜色的 LED 灯，可以让玩家快速判断主板问题所在。往下可以看见这块主板同样有着实体开机按键，以及一颗可以让你在 BOSS 中设置功能的 Flex Key 自由按键。让我们转到主板侧面，可以看见预装了一体化 I/O 背板， BOSS Flashback 按钮和 Clean CMOS 按钮也依次排列。主板搭载了六个 USB 3.2 新二接口，两个 USB 2.0， 以及两个支持雷电4的 Type-C 接口。更多的 USB 接口以及雷电4的加入，对于和我一样外设比较多的玩家和想要连接高带宽硬件、注入雷电3硬盘和视频采集卡的用户都非常友好，并且搬载的 HDMI 2.0 和雷电4 Type-C 接口均支持显示输出。但是只有在搭载了英特尔第十一代酷睿 i5、i7、i9 处理器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HDMI 2.0 进行 4K 30Hz 画面输出，而第十一代 i3 和第十代酷睿则只支持 HDMI 1.4 模式。雷电4接口支持 DP 1.4 协议，支持输出 4K 60Hz 画面，还配备了15瓦输出供电，可以连接 Type-C 接口的便携式显示器，同时起到传画面、传数据、反向供电的作用。很多人肯定会觉得雷电4没有用，但如果主板是 Z590i 呢？配合英特尔这一次加强的 Xe 核显，性能直接对标 GTX 1050 Ti， 再加上我之前说的连接采集卡、连接便携式显示器，它的应用范围是不是更加的多了呢？网络方面搭载了两个 2.5G 有线网口，以及最新一代的英特尔 A+R10 无线网卡，配备了 Wi-Fi 6E 和 6GHz 和蓝牙 5.2。 新一代的 Wi-Fi 6E 和蓝牙 5.2 带宽更大，延迟更低。这一次
对于网络方面的升级也更加便于打造家庭存储和简洁化桌面。大家觉得这一次网络升级好不好呢？欢迎在弹幕中打出你的想法。回到主板正面，视角往下，主板提供了四条 MDR 接口，第一条和第二条是由处理器提供的 PCIe 4.0 叉四。第一条 MDR 接口因为只支持 PCIe 4.0 叉四协议，只有第十一代酷睿处理器才可使用，而第二条 PCIe 4.0 也是 CPU 提供的，所以第十代酷睿处理器只能使用下面三条运行在 PCIe 3.0 下的 MDR。主板提供了三条 PCIe x16 插槽，一条 PCIe x1 插槽，由处理器提供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PCIe x16 插槽，也就是有着金属加固的两条，支持 PCIe 4.0 技术。最下方的由芯片组提供的 PCIe x16 插槽则为 PCIe 3.0。 接着往下，这次有着巨大升级的还有声卡方面，搭载了 ROG Spring FX ALC4082 音频芯片以及 ESS ES9018QRC 音频 DAC 解码芯片，可以为你提供高保真音效。我知道对于那些音频发烧友来说，这个配置可能只是入门级，但对于一块旗舰级主板来说，和对于我这样连入门都没有入的玩家来说，主板直接搭载这些声音硬件，也省去了我在花心思学习折腾的时间。如果你和我一样打算拿来日常听音乐、看电影或者做直播，我相信这个配置已经足够满足你的日常使用了。如果你对音频有着更高的要求，我更加建议你体验之后再决定是否需要额外购买音频设备，没准 ROG 的音频调教就可以满足你，这还能帮你省下不小的钱呢。白带的接口也有着非常大的改动，首先是欧拉接针，这次华硕听取了玩家的意见，提供了三个五伏第二代可编程 ARGB 接口和一个十二伏 RGB 接口，三个五伏接口最大可以连接高达500颗 LED 灯珠，对于 RGB 插满的用户依然非常友好。风扇和水泵接针也给了7个，可以满足你直接连接机箱风道风扇。右侧的 SATA 接口同样给了6个，在接口以上以下则是两个机箱前面板 USB 3.1， 而上方的 Type-C 接口则为更快的 USB 3.2 进2乘2。多了一个前面板接口，使得 ROG 太阳神机箱终于可以全部插满了。主板基本上看完了，我们来简要的看一下主板新增的配件。 WiFi 天线改为了可以折叠的一体式，并且带有磁性，方便新手用户快速安装，可以轻松地固定在金属部件上，并且还增加了一个带有磁铁的金属升降显卡支架，可以通过强磁铁固定在机箱上，伸长固定即可支撑住显卡，同时在你拆显卡的时候它也能充当一截伸长的手指。橡胶包裹中的顶部在你轻松打开插槽锁扣的同时也不会损伤硬件，免费送你的东西不要白不要呀。 ROG 在 BOSS 中整合了 Memory Test 86内存测试功能，还提供了 AW64 Extreme 长达一年的免费正版授权。不管是 SP 体质分的保留， Memory Test 86还是 AW64 正版授权，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超频更加简单，让玩家们敢于尝试去超频。接下来就是使用它的注意事项和你们关心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你有了相应的硬件设备，比如主板和路由器，想完美的使用搬载 AX210 网卡的 WiFi 6E 和蓝牙 5.2，我们建议你 Windows 10系统版本为 R1H1 或者更新的版本。虽然2004也可以正常安装驱动，但是谁也说不清楚会出现什么奇怪的 bug 呢。另外，由于芯片组提供的第四条 MDR 是和 SATA 5和6共享连宽，所以当第四条 MDR 插槽运行时， SATA 插槽的5和6接口将不可使用。同样的，芯片组提供的第三条 PCIe 插槽也和 SATA 接口的1-4共享连宽，如果使用第三条 PCIe 的 X2 模式， SATA 接口的3和4将会无法使用。如果使用第三条 PCIe 的 X4 模式， SATA 接口的1-4全部无法使用。整体意思就是，如果你同时连接了第四条 MDR 和最下方的 PCIe 插槽，那么你的6个 SATA 接口将会全部无法工作。顺便，由于 PCIe 4.0 是由第11代酷睿 CPU 提供的，第10代酷睿 CPU 无法使用 PCIe 4.0。第一条 MDR 因为只支持 PCIe 4.0 x 4，所以十代酷睿也无法使用。最后，可能因为还未发售的原因，暂时无法获取到 ROG 附赠的 AW64。下面两点，我建议你一定要看完。第十代酷睿需不需要购买 Z590？ 如果你是第十代酷睿 i7、i9 处理器用户，或者说你目前的主板并不能满足你的日常使用，更或者说你对最新的 WiFi 6E 技术或者更多的五伏接口感兴趣，甚至你还没有购买主板，我们自然建议你选择最新的 Z590 系列了，毕竟就算是 Strix 的 Z590F 也搭载了16项90安供电以及 WiFi 6E。 这自然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你需不需要购买第11代处理器？
按照主板规格来看 ，PCIe 4.0 是由第十一代处理器提供的。Z590 主板芯片组并不带有 PCIe 4.0 功能 ，Z490 理论上也会支持 PCIe 4.0 协议。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会像 X570 和 B550 一样，在处理器效能支持方面并不会差太大，而是通过 PCIe 4.0 的支持数量来做出区分。至于该不该购买，第十一代酷睿处理器正如英特尔宣传的一样，是目前最适合游戏的 CPU。如果你是一个游戏玩家，想要更进一步的提升你的游戏性能，或者你是个极限玩家，想要尝试一下第十一代酷睿处理器的超频效能，那么你的确可以入手第十一代酷睿和 Z590 主板。按照目前的情况，Z590F 和 M13H 的出现应该能减缓 Z490 和 M12E 的缺货情况，再加上目前第十一代酷睿内存频率解放到了3200兆赫兹，使得 B560 也更加值得考虑。讲了这么多，总结一下吧，我相信在年后会出现两种配置，十一代酷睿 i7 i9 带 K 处理器搭配 Z590 主板，主要针对于超频和追求更高性能的搭配，十一代酷睿 i5 i7 不带 K 处理器搭配 B560 主板，主要针对于日常游戏不超频的搭配。新款的 Z590 芯片组，不管是对于没有购买版优还是准备升级版优的玩家来说都比较适合。14+2项90安供电在目前终于也成为了主流标配，不管是蓝队还是红队都做出了对 PCIe 4.0 技术的支持。在之前显卡性能评测时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在使用第十代酷睿搭配 RTX 30系列显卡时，显卡的游戏性能表现要优于搭配 AMD 5000系列处理器。全新的第十一代酷睿搭配 RTX 30系列显卡，我相信在游戏方面的性能会表现得更加优秀。等待第十一代酷睿处理器正式发布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评测。希望英特尔的14纳米最终之作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奇迹。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数码产品评测，不要忘记点个关注，这个关注按钮是可以直接点的。另外也不要忘了点赞、投币、付出三连，你的支持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如果你还有其他想看的，可以在弹幕和评论中说出你的想法。下期视频为大家带来 ROG B550-A 春雪深度使用评测。这里是圣魔人，我们下期再见。